料理呢，也都是经由我日日夜夜构思，对，没错，想出来的。叮，完蛋了，这个螃蟹怎么会变价？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螃蟹会变价？还有小番茄，还有四季豆。哦，怎么那么咸啊？首先我们今天有三样料理，第一道呢是我们打抛猪马，第二道是我们的凤梨虾球，第三道就是螃蟹料理，然后再加一个汤，三菜一汤。我是今天的三星厨师阿豆师，我穿这样很好看吗？谢谢，等一下煮饭的时候也会很好看。第一道料理是我们的打抛猪，我们首先呢，我们要先调配我们的酱汁。泰式鱼露呢是需要一大匙的，很大一匙哦。可是我觉得一匙不够哎，啊不行，我们今天要跟着菜谱走。然后蚝油两匙，这样子算一匙吧。哦，隔壁已经在做打抛酱了，我们先来洗个碗。酱油呢要半匙，这样可以。然后再加水，哦，好。一大匙鱼露，然后我看一下，这个是砂糖吧？这个是砂糖。蚝油两大匙，这个是砂糖吧？对。砂糖两小匙，两小匙应该这样吧？纤维粉。OK， 等一下哦，二分之一大匙。好，我们倒太多了，糖两小匙。好，两小匙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好，再加一点。OK。甜一点，不错。这个四季豆呢，基本上一小匙。OK。来，水一大匙。好，打泡酱做好了。各位，我们稍微处理一下蒜头。蒜头切碎。对，就是这样子切。我把它切一切。随性路线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走一个随性路线。OK， 差不多这样子，蒜头。对，我要把这个。然后还有姜，好。啊！我丢到辣椒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处理一下螃蟹好了，因为螃蟹已经好了，我们赶快把它放进去煮。那我们首先需要姜，我告诉你们。为什么螃蟹需要姜？因为呢，有姜才能让螃蟹的味道更好吃。是吗？真的，这是我独门秘诀，真的一定要有姜。独门秘诀，独门秘诀一定要有姜。我们姜就是放满。不对，好像不能告诉他，因为他是我的竞争对手。这只螃蟹要怎么蒸呢？我这边会把它翻过来，为什么要翻过来？你们知道吗？因为翻过来呢，它会入味。又给你们学到一招啦！这边我们就把那个所有姜片都放上去。好，我们没有米酒，我们这次呢，我们这次的酒是绍兴酒，但也没关系，都是酒，应该不一样。对啊，应该都差不多吧，反正都是酒，反正没有的话就加冰火、一点，好，一点，好。我们呢，现在已经刚刚切好了蒜头了，花了好多的时间。哎，是这个，还是你要直接？哎，我要第二个。第二个，你要上面。猪肉，好，到有一点定型之后，加入我们姜末，把它切碎一点。忘记切辣椒了。好，加一点辣椒，然后呢？我忘记切小番茄，等一下。这个红葱头呢，会是我的秘密武器。好，加胡椒粉，然后还有我们还要加小番茄。对，确定是蒸两只吗？对，确定。Okay。 我觉得很下饭，但是得再加一点水。
小番茄，还有四季豆。哦，怎么那么咸啊？需要帮你们买一饭吗？哇，怎么那么咸啊？买什么？泰国香米啊，煮好的。这个东西是拿来配白饭的，白饭的话呢，基本上应该是 OK 的。小番茄呢，我的做法是把它切四分之一块，让它里面可以就是均匀的受热。先穿烫，不是鸡豆穿烫到半熟。为什么我的打泡都看起来那么湿啊？请刚刚加水。好，然后稍微鲜一点。左右的肉，等一下，怎么样？没事，螃蟹有点怪怪的，但是没关系。我们先加入一点蒜姜，还有红葱头碎，炒好之后，我们再把我们打泡猪酱加进去哦。好，炒好之后加小番茄。完蛋了，这个螃蟹怎么会变价？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？为什么？黑呀，好，没关系，事情都还在意料之内，来稍微试试一下。剪刀，我记得好像看人家影片是要从中间这个。哦，哇，我成功了！你说的是这个大便对不对？我都要把它清掉。利用那个锅子的余温，让我们九层塔有看到没？有没有变得好干净？稍微最后呢，再加入柠檬汁跟胡椒粉，是少许，好，少许柠檬汁。然后我先拿厨房纸巾，我觉得不错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以为我就是做什么清蒸螃蟹这么简单吗？没有，我们是做特别的海鲜蘸酱，加一点盐巴下去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没事，有点烫。然后跟白胡椒粉，再来就是凤梨虾球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旁边了。哦。我得要这样子切，好不会了，怎么办？可以，但可以耶，可以，其实是可以的，可以。聊天室看一定会觉得很可怕。可以直接铺吗？我们要先调那个酥炸面，因为今天的那个我是自己想说自己找的。哪一个是低筋面粉，哪一个是太白粉，你知道吗？玉米是低筋面粉哦，是吗？好像是，对不对？玉米好像是低筋面粉，对吧？三大匙，一匙，两匙，三匙，太白粉一大匙。油一大匙，然后苏打粉一大匙，水40cc。那我们要来腌一下我们的虾子。40cc 是多少？四分之一小汤匙，是吗？40cc 是多少 cc 啊？40cc 要怎么加一点？我觉得40cc 应该差不多这样吧。这边教你们怎么用一下蛋白哈，就是把蛋剥开，哎，对，然后把蛋黄捞起来，对，加一点蛋白，半颗，哎，好，整颗也可以，你这样稍微按摩，对对对，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按摩？为什么要腌虾子呢？因为这样子我们虾子可以更脆弹。刚刚的这个虾子拿它去沾，这么黏是正常的吗？
不是，这个感觉要再搅一下，感觉水好像不够多哎。好，我们抓到差不多起泡了之后，再加入一点点的米酒，一点点，好，一点点，对，再加一点。哦，好，可以，刚好，嗯，这样感觉正常多了。不知道为什么螃蟹煮了变这样啊，我是觉得应该是我水没有加太多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这个螃蟹还是 OK， 它有熟，它是蒸熟了。对，我们要四大匙美乃滋，加三，四大匙这样够吗？看好像不够哎，因为它上面是写八大匙啊，我想说除以二不行，我们不要这样偷工减料，我们八大匙就八大匙好不好？炼乳一大匙，好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椰奶二分之一大匙，来，哇，啊，什么东西？没事，好，再加一点，好，这样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少许海盐 ，OK， 完成。好 ，OK， 这就是我们等一下用的这个美乃滋酱，好不好？安全啦，那件事有没有看到？沙干看起来是不是很不错啊？对不对？怎么样？不是，一切都还在计划之中。我也是，还在计划之中。对，还在计划之中。下一道叫做螃蟹咖喱，然后我们要打五颗蛋。哎呦，这个蛋怎么是从后面破？两匙辣油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先把这个虾子呢。然后沾满这个粉，虾子呢就放上去，然后沾满我们的虾材。基本在哪？好，没关系，这个等一下，这个虾子等一下好了，剩下的再放回去好了，让它再腌一下，好不好？沙茶酱。好，凤梨先把它处理。为什么它跟我平常看到的凤梨不一样？酱油，然后咖喱粉。为什么凤梨是长这样？等一下哦，我想一下，什么意思？凤梨不长这样，不然要长什么样子？正常凤梨就长这样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把它切下来，我们先把它切下来。我们把这个切一块一块的，来，我们再把凤梨剥下来。等一下啦，很奇怪哎，这总共是几克啊？720，那应该是加一点点就好了吧？应该可以，再加一点好了。还是我们把它削皮？啊，可削皮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就这样子。对，好，好，这样子应该可以。好，我们把凤梨加进去。我们先把它泡到美乃滋里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加入我们的蒜头，好，然后再加入我们的洋葱，那我们怎么看油热好了没呢？我们先丢一个这一小块姜下去测看看看它到底好了没，来，还没好，它还没好。哎，我的筷子呢？啊，嗨，它这个是筷子吗？我们把虾子丢下去炸，好，虾子应该好了，来捞起来，拿起来之后呢，我们要再放下去炸10秒，这个叫做我们的抢酥，来再炸一下。
差不多之后，我们就把那个等两分钟旁边。看起来怎么样？什么呕吐物？乱讲！这叫做螃蟹咖喱，好吗？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东西，就是我们这个核桃，增加一点口感。完成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来做螃蟹的酱料。来，我们要用一些大蒜，然后呢，再加一点香菜跟辣椒，然后再放我们的香菜跟柠檬。来，鱼露加一些，看起来怎么样？是不是蛮好吃的？来，我们试试看看这个酱怎么样。啊，对，我要试吃，我也要试吃一下。加一点酱油好了。嗯，为什么完全没有咖喱的味道啊？嗯，干这个酱。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。这个要，哎，是这样吗？是怎么用？哎，是这样吗？亲口看看。嗯，有熟，安全。动一动它。啊，用手会刺到，好痛。把汤的料呢，我们都把它备到这个碗里面，好不好？反正等一下就是一起这个碗就倒进去，然后就是那个汤。再来就是香茅，那香茅这边其实有一个细节，边边呢用菜刀压一下。OK， 把虾壳炒红，加一碗水。然后等一下要把虾头给捞起来，下鱿鱼。好，我们处理一下虾子。这个蘑菇呢，我们是不用洗的，蘑菇应该是没有人在洗，我们用擦的。然后粉丝，椰奶。我们蘑菇呢，应该会全部都用上，为了要调我们这个汤的风味。等一下啦，香菜你没地方放啦，哦，香菜也在放啦，没地方放，蛮特别，蛮特别，这是怎么样的特别法？就是。嗯，蛮特别的。可以的啦，我跟你讲已经很顶了。处理一下我们的虾头哈，把它剥开，好，这个比较硬哦。这是煮好了吗？对，好快哦。好，就这样吧，收尾了。来，虾头放下去炒。聊天室，我已经煮好了，那你们看一下我今天做的料理。这是我们的第一道泰式打抛猪。这一道是我们的咖喱螃蟹蒸蛋，这一道是我们的凤梨虾球，这个经典的冬阴功汤，旁边还有一点小小的九层塔。聊天室，我今天做的菜，你们给几分呢？100分。好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我讲一句实话，算很不错吧，要看的。那个虾头弄起来，调味料全部加下去，我给它熬个10分钟，给它喝喝看。没事啦，等一下我们会再，还不错哎，可是我觉得味道怪怪的，我觉得要再加一点辣椒酱。
试喝一下，没问题，我们就可以端上桌了。哇，为什么是这么甜啊？加一点盐巴。完成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料理，这是我们今天煮的打抛猪，然后这个是凤梨虾球，这是我们的清蒸螃蟹，加配上我们的泰式海鲜酱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冬阴功汤，我觉得这个汤也不错喝，应该说很道地，一喝就闻就觉得，哦，那是泰国的味道。如果这样子2000，你们会买单吗？六菜两汤哦。2000会买单吗？2000，觉得5000我都会买。真的假的？这样子5000你会买吗？会。原本想说我们应该不会煮太久吧，想说可能2个小时，结果真的你讲得很准，煮了3个小时，到剩1个小时。等你哦。我知道，快打完你。